年吴雨霏自从2015年同初恋男友 Brian 注册结婚之后，先后诞下一仔一女。作为全职妈妈的她呢日就同老公带埋一岁的仔仔 Asha 同爱犬一起去行山，但系就冇带只得16个月大的细女。虽然武汉肺炎疫情严峻，但系佢哋一家都冇戴口罩。见 Carrie 着住运动装孭住 Asha 都咁轻松，真系想俾个叻佢啊！Carrie 仲留言话呢两年生咗一对小朋友，第二胎陀 BB 嗰阵尤其辛苦，生完之后仲要尽快收身，而家距离目标仲差几磅。不过对于佢嚟讲，最重要系照顾好屋企人同仔女，又鼓励其他妈妈。Carrie 真系好似佢所讲咁 powerful 啊！